大海上面，他们这船为什么不做坚固一点？为什么要做这样子啊？这真正的是一条船嘛，干嘛要这样？很老人啊，这就是年轻人的运动，哎，一定要跟上潮流。哇 ，SUP。就是啦，哦，他那个眼神，嘴唇，你看，然后稍微要咬一下，哇，哎呀，哎，咬一下 ，OK 吗 ？OK， 不错，看一个，好看，好看，你哎，这样你要跟他同一个地方吗？还是你有什么想法？导演有什么想法？我要去哪里？我觉得哈，因为你今天没有穿泳装，你就在水里露一颗。已经抵达这个岛屿，叫做什么事？铁针屿。铁针屿。一样哎，铁针屿啦。对，这个岛这个石头是什么石头？我们这边是玄武岩。姐，这也是玄武岩啊。其实我们整个澎湖呢，九十几座岛，100多座岛都是玄武岩。那只有一个岛是花岗岩，叫做花屿。那其实除了花屿以外，全部都是玄武岩。哦。对。哇，这里为什么这么多海鸥啊？那我们这边的海鸥呢，其实呢，夏天他们会过来澎湖这边，那冬天呢，他们会飞回去澳洲。我们澳洲来的。南半球跟北半球是相反的，季节是相反的。快点。所以大家来这边都会有喂海鸥的行程，但是他们有吃吗？他们都不吃。有时候要在海里捡，他们在海里捡。啊，我举这样，他会来咬吗？听说不会，不太敢。他会怕，所以应该要看准他靠近你的时候，看有没有要靠近的。接不好，来了，不吃，他说不吃，来喽。